看看新闻网。前商誉复出的俞灏明现身北京出席活动，尽管是奔着宣传新戏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而来，但是媒体的焦点还是放在俞灏明的回复状况上。其实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对，因为其实从我拍就是接拍这部戏的之前，我已经开始慢慢的去调整这个就是运动状态啊，然后这个体力方面的一些恢复。当初俞灏明和 Selina 被烧伤，正是因为拍摄这部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。商誉复出之后，重返春天剧组的俞灏明依旧有一些爆破戏份，对此他本人并没有刻意回避。其实没有什么，因为可能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，可能唯一会有点阴影的地方就是这个爆破戏的这样的一些东西，在这方面很好的去把控，然后很好的去就是避免掉，我觉得就其实就 OK 了。尽管对于爆破戏仍有些许阴影，但俞灏明坦言自己在生活中不仅不怕明火，还很喜欢煮饭。生活中您看到一些明火的时候会不会明火？哦，那不会，就是对啊，就是比如说让我去做饭啊，就很喜欢的事情，不会说害怕或者